怎么失忆？可是这样怎么参加品牌上？小点，别刺激了。可是电视剧里女主角恢复记忆的办法不都是被刺激到吗？刺激，让哥哥来帮你恢复恢复记忆吧。叶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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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想什么呢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我的意思是说，让他记起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。有道理。狗皇帝，受死吧！然后你就到我这儿来了，穿越就是这样，嘣，掉我这儿了，懂吗？啊？穿越，我是失忆，又不是傻子。看来只能下点猛药了。月风哥哥，我是上天派来奖励你的呀。没羞没臊的女人，你怎么会在夜风里面？你怎么跑到什么活动队去？我们不去了。帮我演出戏，记住，你现在就是明星，最顶流的明星。我尽量吧，叶枫哥哥。等等，你刚叫我什么？叶。等一下再说，我得先录下，省得你恢复记忆了。就算我恢复记忆了，你也是我的叶枫哥哥呀。你们伤害到了，我先收拾一下。叶枫哥哥，叶枫哥哥，他叫我叶枫哥哥。叶枫哥哥，我涂了草莓味的唇膏，你要尝尝吗？那你可要保护好你的小脑袋。为什么呀，叶枫哥哥？因为如果你恢复记忆了，就不叫我叶枫哥哥了。叶总，合作方到了，咱们走吧。你别说，还真甜。这次合作我们也期待已久，希望我们双方能够共创辉煌。这还是那个小皇帝，失个忆把第二人格逼出来了。适配一下。合作愉快。Come on. Yeah. Let's go. 叶公子这是。我们叶总不胜酒力，签约的事情就由我来代劳吧。没什么问题的话，咱就把事签了。等等，叶枫哥哥，我还以为你喝醉了呢。你准备签谁的名字？是思忆，还是沈小雨？叶枫哥哥，你在说什么呢？你是怎么逃出来的？没手上那帮杂鱼，很嫩的。想复仇吗？我要用这张脸，让你们付出代价。快说，到底谁策划的？谁策划的不知道，但这一切都无意老爷子参与。我爸？你觉得你们还能对抗得了吗？带走。思忆，你终于回来了。草莓味的唇膏，吃吗？叶枫哥哥。你是谁？你怎么在我家？叶枫哥哥，你不记得了？昨晚我们……昨晚？好你个叶枫，八字还没一撇呢，你就和我妹妹的清白。我就是一个妹妹，就让你这个畜生给毁了。哥，你别哭了，我和叶枫哥哥可是有娃娃亲的，况且昨天晚上我们都是自愿的。不是，
你胡说什么？我都没见过你。你得给我妹妹一个交代。闹够了吧？你到底是谁？只要答应娶了我妹妹，你爸就答应给我们楼市投资，这是商业联姻，你也敢违背？怎么不说话了？吓傻了？我早就跟他断绝父子关系了，想把我卖了，他没这个资格。哼，你还是先上网查一查吧。这不可能，肯定有问题。你为什么不能回头看看我呢？我会比他对你更好的。对不起。你为什么就不能放过我和思义呢？他不是这个时代的人吧？你用他就能把他送回去。你要是不答应，就永远见不到他。叶枫，网上的传言是假的吧？我要结婚了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和你没有任何关系。叶枫，快走！自投罗网，绑了。对不起，思义，我根本不可能喜欢你。我只是想和你单独谈谈。你演够了没有？我跟你没什么可谈。这事和思义姐有关，来不来你自己决定吧。赶紧给我搞定叶家，我可不像你哥那样手软。给我喝，滚！有什么事快说。我哥的目标是你们叶家家产，所谓的商业联姻其实都是他们的阴谋，可我不想这样。看来我们是同一个身上的蚂蚱。算了，不提了，我们来说说思义姐吧。那个玉佩可以送思义姐回去吧？所以呢？你那么爱思义姐，不想她回去了吧？我这样吧，我帮你在玉佩上做点手脚，这样他就回不去了。但是作为交易，你得帮我搞定我哥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这玉佩就交给你了。真是我的好妹妹啊。果然恋爱中的男人最好，没想到玉佩这么容易就到手。你们耍我是又怎么样？只要把这玉佩交给陆总，我们兄妹就发达了。陆星河，